再来看一下这个灯笼花，看到没？这个花蕾已经越来越红喽，不要吹。这个小的也越变越大了。哇，这个枝条，我发现每一片叶子下面，看到没？都有一个小花蕾哦。哇，这就是我喜欢灯笼花的原因。再来看一下这个百合花，看到没？它的花蕾已经越来越大了。看到吗？哇，这个品种的花蕾，看到吗？这么大，但是我发现它有一点全部往外面长，可能是趋光性，给它转一个向，看到没？这个花蕾好可爱哦，这一盆也是，哇，看到没？再来看一下这一颗亚柏。这顶上的这个花蕾已经开出花来了，这个花朵是真的很大，有我的这个拳头大了，但是一开起来就散，没那么漂亮，不过香味还是十足，很浓这个香味。再来看一下这个蓝莓，哇，这一个最大的这一颗蓝莓也开始变色了，这个时候得忍住手，不能摘，不到最后时刻不能摘，因为只有它完全成熟了，这个才甜。控制住自己的手。